大家好啊，欢迎大家收睇 BC Game Channel 啊，我系 BC Game。咁啊，今集节目开始之前咧，首先我向大家讲声对唔住，就系因为小弟嘅疏忽，咁啊导致咧就之前讲解球员能力嗰阵时咧就发生咗啲解释错误啊，咁啊希望大家原谅小弟啊，俾多次机会我，咁啊亦都多谢有一位师兄提点，咁啊我之后希望我会睇清楚啲。研究清楚先至讲解解说俾大家听嗰个游戏资料啊，非常之对唔住，希望大家原谅小弟啊，希望大家都支持小弟，我会努力啲努力噶啦，唉，都唔知讲咩好。好，咁啊，首先今日咧就开始，即系依家开始节目啦。咁啊，首先呢一集咧就净系讲解。嚟緊嘅更新預告係啊，因為正式出卡池咧就係星期五。咁啊，首先就睇下今日嚟即係呢兩日出咗啲咩新聞啦。咁啊，睇翻第一條先。咁啊，日本嗰邊咧就因為咧就係有個 Tokyo Game Show 2017，咁啊足球小將呢個 game 咧，咁佢又喺入邊度做廣告嘅，咁啊，所以佢就係為咗有個。campaign 咧，咁佢就會將會有啲新嘅嘢去推出，咁啊，即係俾大家啦。咁啊，就期間嗰陣時咧，就會有十年抽嘅 ticket， 咁啊 lock in bonus 啦，咁啊另外有限定嘅抽啦，啊限定抽池，同埋有啲唔同嘅 pack 嘅商品，夢球 save 啊，即係嗰啲 sale 啊，嗰啲即係 pack 減價之類嘅嘢，咁就係由21號開始噶啦。好，第二樣就是 TBS 出展紀念，就有兩種的特別抽卡池，不過這兩個抽卡池對於很多老玩家，即是由一開機就玩到現在的話，都因為都100日了已經玩了，不知道大家拿了個死了10個還是20個夢球，記得了都已經拿了了，我都對於老手嚟講咧，依兩個抽卡池嚟講咧，都唔係話太大嘅吸引嘅啦。咁啊，佢會喺9月22號咁嘅3日期間，咁就會有兩款唔同嘅抽卡池，咁就係佢會嚴選每邊10位選手嘅啦。咁啊，第一邊咧就係 Offense 嘅卡池，咁就 FW 同 OMF 啦嘅 SSR 選手。咁啊，另外一邊咧就係 Defense 嘅。卡池咁就係 DMF、DM 同埋龍門即係 GK 嘅 SSR 選手，咁啊睇一睇兩邊有咩選手啦。咁啊進攻嗰邊啦，就係有大智慧嘅王者藍角啦，咁有史內特嘅皇帝嘅至尊啦，咁啊有技太來啦，日本首一指啊，仲要 Golden Combi 啦，係我都冇。未解咁啊，有雷秀强啦，咁啊跟住之后有，咦呢个边个嚟噶？啊新坦拿呢个，因为新坦拿咧有比尔啦，有迪亚斯啦，有拿破仑啦，系啦，跟住之后有荷兰嗰个加尔富特啦，跟住另外仲有利云嘅。好咁 ，defense 嗰边咧就有林元三啦、三杉纯啦、梅拿啦、卡路治啦，跟住之后有泰国仔啊，写个泰国仔叫咩名？我真系一路都唔知道。咁啊，跟住另外依個咧就有讚迪尼啦，跟住仲有依個係Mark 啊，沙漠王子叫咩？奧偉蘭，哎死我唔記得佢叫咩名添，哎衰啦！好啦，跟住之後墨西哥龍門艾斯帕特啦，跟住仲有布連啦，同埋赤井子也嘅，哎呀，真係要～再温下書，記翻啲球員名先，係真係讀起上嚟真係甩甩咳咳啦，唉唔好意思。好咁啊，佢就出依兩個特別嘅彩池嘅，咁啊，但係對於我嚟講，我雖然係冇 DMF 同龍門，但我覺得咁抽法都唔係咁值，係啦，咁啊，我都希望抽啲新卡，咁啊唔緊要，佢亦都係會出新卡嘅。咁好啦，跟住繼續另一則新聞啦。好啦，激烈 event JYP 世界挑戰啊！咁啊，即系嚟紧有一个新嘅货干活动第二弹啦。咁啊，激斗 event JYP 啊，
世界挑戰啊，挑戰世界啦。其實佢呢個解釋，咁啊，佢有呢、這個帕斯加路，哎呀死！頭先我啱帕斯加，同埋有新嘅 EX Formation 咧，就可以打噶啦。咁啊，佢係都係打分噶啦。咁啊，抽到如果你有唔係抽到。唉，今日系咁食螺絲啊！真系今日，唉，真系，唉，唔識講啊！真系，唉，真系越做越渣啊！點算好？唉，希望大家多攞包鹹先。好，繼續咁啊，繼續講埋落，繼續講落去啦。咁啊，佢依個激鬥篇咧就係法國國際少年賽嘅大，即系 Junior Youth 嘅大會，係啦，法國國際少年賽係啦。咁啊，期間咧就會係由9月22日開始，去到10月6日，咁啊期間就大約一個星期嘅。咁好啦，咁啊大家咧繼續攞，即係都係同上一次咁樣玩啦，都係攞 event point 啦，跟住之後就可以攞到限定嘅 SSR 同埋EX 嘅新嘅 formation 啦。咁啊，詳情啊，聽日出咗之後咧，咁就大家就會知道噶啦。佢 EX formation 咧，如果睇呢幅圖咧，就應該就係4132嚟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唔知佢啲係 EX 咩 formation 啊？佢增加啲咩咧？唔通係外國球員今次係？咁啊，要睇一睇啦。好，咁啊，下一則新聞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最後一則新聞咧就係新選手追加啦。咁啊，當然佢唔係淨係話得翻啲舊嘅卡池去抽啦。咁啊，佢亦都有新嘅選手俾你抽啦。咁啊，上一集我都講過啦，我希望嗰兩個人快啲出 UR， 即係 SSR。佢竟然真係今次出，我上次仲以為佢會出限定版咧，因為立花兄弟都限定，以為佢呢個兩個又限定啦。唔係啊，佢普通版咁出，咁啊，佢啊追加新嘅選手啦。咁啊，會有三個選手，咁啊，梁仔、新田同埋早田嘅。好啦，咁啊就係期間咧，就係由9月22日開始，至到10月6日就有得抽佢哋啊。佢就即係會比較高機率會中到嘅。咁啊，就 SSR 嘅新田信、SSR 嘅早田成同埋 SSR 嘅石崎鳥，係啦。咁啊，佢入邊個名咧就係、是。進足之 Falcon 啊，即係獵鷹之速度啊。咁啊，早田成嗰個就係 Kamisori Fighter， 即係剃刀戰士啊。咁啊，石崎鳥咧就應該係 Get 石崎啊，即係石崎嘅勇氣啊。係啦，咁另外 SSR 選手都會有三個嘅，咁就有佐野碗啦、德仔啊，同埋手中衛嘅。咁啊，大致上選手就會追加依六位啦。咁有三個新嘅 SSR。咁啊，即係嚟緊咧，日本隊嚟講咧，就全部 UR 應該都齊咗噶啦。咁啊，所數啦，就前鋒就有小志強啦，跟住就新田啦，中場啊有立花兄弟兩個啦，大志偉啦、泰來啦，啊，咁啊，跟住之後後衞有次藤啦，有梁仔啦，有早田啦，同埋三杉順啦。基本上咁啊，龍門有健威同埋啊。林元三嘅基本上都正選都齊曬啦，咁啊另外仲有葵心五啊、赤井子啊，即係都已經係比較係成隊日本隊都已經出曬嚟噶啦，咁啊真係可以做一隊全日本隊噶啦已經。不過唔知大家有即係抽到幾多個咧，咁啊我啊仲爭好多個，即係講真前鋒新田我又未中，中場立花兄弟我又未中，啊我又冇葵心五又冇赤井。是不是先？咁後衞新依兩個啊，唔知抽唔抽好啦。即係如果為咗日本隊啊，諗諗啦。不過佢又唔係話限定版嘅，都唔急抽啊，遲啲抽都得嘅啫。咁啊 ，anyway 唔緊要。咁啊嚟緊睇下佢到時啲技能係有啲咩啦。即係新田應該都係都係獵鷹射球嘅咧，應該都係。咁啊，但係唔知道會唔會有 S 技啦。咁啊，早田成就應該剃刀鏟球，再加剃刀射球噶啦。咁啊，梁仔唔知一招定兩招咧，真係啊，即係顏面擋球。我覺得佢應該係顏面擋球，應該係 S 技。我估佢即係估下啦，預告下，唔係即係估下啦。咁啊，唔知佢會唔會有射球技定交波技啦？咁啊，睇下啦。即係出得 SSR， 希望都有兩三招技能啦。希望佢後衞入邊
係咯。不過因為一般後衞都冇乜傳球技，即係除咗只新嗰張讚迪尼之外，冇記錯就係、是、好。Anyway， 咁啊，今集咧就介紹到依度為止啊。今集就真係做得麻麻地，不希望大家多多包涵。係啦，咁啊，我會努力啲再做好啲，希望進步，希望大家俾啲支持我，希望大家繼續收聽我嘅 channel。係歡迎大家訂閱我嘅頻道，係啦。咁啊，如果覺得真係唔好嘅，歡迎留言指點下小弟，係啦。即係有咩錯，希望大家話俾我聽，我都想進步，俾多啲新嘅資訊大家。嚇、啊，多謝大家收睇啊！我哋嚟緊希望兩日後睇下會唔會叉抽梁仔啊！我真係比較真係幾中意佢嘅梁仔，我中意顏面擋球啊！真係梁仔真係真係冇梁仔冇大智慧啦！真係講真嚇、啊，好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過兩日會再見，拜拜。